足后腱痛，足后腱痛，天上剩下来根棒棒，剩下来根细棒棒，在我足后腱那边，拍了几下，拍了几下，告诉我大雕像，一期的大雕像就完工了，已经搞好了，现在就等到移虎腱了，虎腱移完以后，虎腱移完以后就开通了，开通了，第二期的，大雕像和第三期的大雕像已经开工了，已经开始开工了，已经开始开工了，接下来这个一完工以后，后面的我们以前设想过的要做的事情啊，哇，通知到地球人以后就，毫无阻挡的开始了啊，包括原来我们说的那个，饮食之类的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